干嘛去？你放开我就不放，你要提着这些东西干嘛去？我要进城去，我有事情。你有事情？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什么事情？你不就是拿了这些东西去卖了，帮那个男人吗？你干嘛啊你？你干嘛？你闭嘴！真的是，我就不让你去。再说你能帮了他多少吗？你能？你把你卖了都不够帮他，我跟你说。这些东西本来就是他买过来的，现在他这么困难，我不去帮他，谁去帮他嘛？他困难是他自找的，我跟你说，关你什么事儿？你妈要是知道你这些事情，他都会难过的，我跟你说。你是不是准备把这个家卖了，全部给他算了？你给他都填不了他那个窟窿，我跟你说。我妈她怎么会知道嘛？你不说她怎么知道嘛？你放开。那你做这些事情，你觉得值不值得嘛？你为了一个他什么都没有的男人，你值不值得？再说你知道他会娶你吗？以后不要去，我跟你说。有什么不值得的呀？这些东西本来就是他买给我的，他现在在最难的时候，我不帮他谁帮他？你能帮他多少？人家欠的是几百万的账，你能没帮他多少？你要把你自己卖了是不是？你卖了都不够，我告诉你。上你不要再少了，我跟你说，请你以后不要在他身上浪费时间了，我跟你说。你要找男朋友，我帮你介绍，我帮你。这不是你说了算，你要介绍是你自己的事情，我不管，你放开。我不为了你好，谁为了你好？放手，你给我放手，我就不放开你，放开走，姐。你俩你们就少吧，我要打电话给你妈说的。在最需要的时候轻轻拍着我肩膀，谁在最快乐的时候愿意和我分享，日子那么长，我在你身旁，见证你成长让我感到充满力量，谁能忘记过去一路走来陪你受的伤，谁能预料未来茫茫漫长，你在何方，笑容在脸上，和你一样大声唱，为自己鼓掌，我和你一样，一样的善良，一样为需要的人打造一个天堂，歌声是翅膀希望，所有的付出只因爱的力量。从开始到现在，我都不是你的例外。喂，杨梅。哎，姐姐，你吃饭了没有？我刚刚吃点嘞。你吃了没有？我吃了。你在忙不？现在？刚刚忙完嘞。有啥事你说嘛，杨梅。我是看一下，你如果是方便的话，我想给你借点钱。不好意思，杨梅，只能跟你说声对不起了。前天我身体不好，然后去检查呢，胃上有点问题，我住院，然后我花了一大笔钱，然后自己也都全部花完了，然后我还都向我弟弟都借了几千块钱了。哦，要得要得，因为我这头临时有点困难啊，我说给你。借点钱来周转哈儿手，如果说没得呀就算了嘛，没事的嘞哈。不好意思了哈，杨梅，你另外想办法嘛。好嘞好嘞，要得，好 好拜拜拜拜。喂，喂，小雪。哎，哥哥。哈哈，你有啥事？你吃饭了没有？你吃过。我有下点事情，我想请你帮哈忙，哥哥。有啥事你说嘛。我家里面这两天遇到点事情，有点困难。我想你们做生意的嘛，我想着说，想给你借点钱周转哈，然后过半年我用还给你。以前可能现在没有钱借给你了，因为你晓得我去年买了房子，然后今年我又买了车子，然后现在手上也没得多余的钱，然后嘛，在外面我也欠了钱，
所以说不好意思的，小雨，然后我没有钱去给你的。哦，好嘛好嘛，亚力哥哥，拜拜。好。